今年3月4日上午，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李嘉诚是公司的 UK Power Networks 获麦格里与 KKR 牵头的财团合购，售价高达150亿镑1480亿港元，买卖双方可能在数星期内达成协议。当晚，李系公司发出通告，确认名下 UK Power 获外界购入的意向，即时无法确定会否达成协议。UK Power 是在2010年由李系三家公司购入，长建1038占 40%， 电能006占 40%，长实1113占 20%， 购入价57.75亿镑，出售若然成事，各相关公司一次过所赚可能高达92.25亿镑910亿港元。3月4日至今天5月3日已有8个星期已达或超过彭博所指数星期，你是公司出售 UK Power 成事与否，照计很快会有公布或结果。一假设出售 UK Power 不成事，将和2012年12月年结预测 P6.3 倍， PB0.38 倍，过去6年平均 P8.2 倍，平均 PB0.65 倍，长建今年预测 P13.2 倍， PB1.09 倍，过去6年平均 P15 倍，平均 PB1.36 倍，电能今年预测 P16.4 倍， PB1.29 倍，过去6年平均 P16.1 倍，平均 PB1.24 倍，长实今年预测 P8.2 倍， PB0.50 倍，过去6年平均 P8.4 倍，平均 PB0.64 倍。而假设出售 UK Power 成事，将和2022年预测 P 只有 2.9 倍， PB0.32 倍，长建今年预测 P 大降至 2.2 倍， PB0.73 倍，电能 P 降至 10.7 倍， PB0.81 倍，长实 P 降至 4.6 倍， PB0.48 倍。长和最吸引之处是假设出售 UK Power 不成事，PB 较长建折让 66%， 假设出售成事， PB 较长建仍折让 56%。 你是股份长和最抵买，现价 55.2 元，目标87元，潜在升幅 58%。 Morningstar 上月中看78元，摩通3月中看84元。同长嘉影、李嘉诚是四大公司，由2015年6月大改组高价至今。长和0001市值2117亿元，跌幅 56%。 长建1038市值1332亿元，跌幅 35%。 电能0061128亿元，跌幅 17%。 长实1113市值1946亿元，跌幅 31%。 同期恒指跌幅 26%。 四大公司现时股价非常接近，相差只有 4%。 长实001552元，长建10385 52.85 元，电能006 52.85 元，长和11135 53.4 元。长和过去7年市值蒸发逾2600亿元，大偏低，是同系最佳追落后对象。2600亿元是什么概念？今年2月，福布斯发表本港富豪榜，首富李嘉诚的身家只是较2600亿元多出208亿元。删小括号。